星州很多人都相信我是个女巫，杀死了自己的丈夫。街头巷尾现在都在传，说我们红头巾啊受了巫女的诅咒，会杀男人。这种荒谬的事居然会有人相信。南兰注定是要与陆家为敌，置我们于死地。我对陆家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，我要用一生来报复。我来荆州这一年一直都是你在帮我，现在你遇到了危难，既然能帮到南兰小姐，就用我的血。他这是要坏我们的大事，只能杀了他。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。谢谢你有一次不顾生命的救我。你是我老婆。我们红头巾有了欧阳天晴，姐妹们以后就更有盼头。我的计划，谁也别想走，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。接下来保护天晴的重任就交给你。Desire turns to woman into an evil demon。 南兰小姐一定会回来的，她怎么这么勇敢。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就没有渡不过去的难关。必须做个了解。